瞄一下，然后看到底有没有他，我就会去瞄这个。当然瞄到的时候我就可高兴了，瞄到就像中彩票一样。但是看见还是见不少那种，我只能透过这个小窗户，它也是那个小门上，也是那个小窗户，窗户对着头就过去了。下了，我不下了。下啥？我不下了。开车，开车。那我去走呀。住下去。走了，我再我没想到会变成这么突发，还好你们帮我找到了，有遗憾吧，好多话都没说了。本来是想对他说，就是嫁给我嘛，今天就把他娶了，这都没来得及说。